今天是11月26号，昨天25号，台湾的英雄们棒球队是不是已经回来台湾了？那昨天我看到新闻呐，哇，好多好多台湾朋友去泄气。在当场，但是看到台湾朋友全民起心，不分年龄，一起喊“冠军赢台湾，冠军赢台湾”，我都感到热血沸腾了。那大家看，我明明不是台湾人，然后我也看不懂棒球，但是这一次我是真的很就替台湾朋友开心。然后你知道吗？那个11月24号，就是在比赛的当天啊，然后我才还在那个电视面前，然后大喊大叫。对对对，高明哥。对，这就是我为台湾加油的动作。那我相信，身为台湾人的你们，一定一定都在自豪，然后为台湾感到骄傲。我是真的很懂大家的心情，因为这种感觉就很像我们越南去参加足球比赛一样啦。那从中华队赢日本的那时候开始，过了没多久，大概几分钟而已吧，你知道吗？在 FB、IG，哇，现实动态，全部的朋友都在发文，然后说赢了，赢了，冠军了，冠军了。哦，是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哇，我好想发文呢。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店家开始发优惠的资讯，有些就是买一送一啊，或是打车啊，甚至是你不用买，他们也会送。那身为一个台湾的媳妇，我一定也要有参与感，所以大家现在跟着小样一起去参与台湾的热情盛宴吧。嘿，大家，我现在到了，然后我已经看到人群了，天哪，好多人哦！他们说这边呢，他们是以前绿豆沙，然后呢，他们说是从下午1:30排队，然后2点开始发。哦，我真的，大家有看到吗？这是排队人群。大家看我的号码牌37号，每又三天，25、26、27三天，然后每天100份，耶！然后呢，37号，好像还蛮潮来的。然后昨天啊，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发那个鸡排，也是100份鸡排，很快就发完了，好像是从2点开始，然后到4:30就发光光了，我都领不到。然后今天呢，就来这里领那个绿豆沙。倒数8分钟就开始发了，耶！快轮到我了。这里，谢谢你，谢谢。是现在是因为有台湾英雄们，所以现在全民一起庆祝，然后我们人民也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那其实我看哈，大家好像是大部分都是买东西送东西的，可是有一些店家是真的很佛心，然后真的太开心了，所以送很多很多。讲实话，我第一次在台湾去领免费的吃的。其实我以前完全不知道台湾的棒球有那么强哎，我一直以为说棒球就跟其他的运动一样，可是经过了这一次，我才知道原来在台湾大家很爱棒球。然后大家才跟我说，其实棒球就是台湾的国球。那台湾的棒球是真的，以前是听说以前也是全世界第一的，可是已经沉默了10多年的样子了。然后今年终于拿回第一名了，就是世界第一，对不对？东神绿豆沙，谢谢。就，好冰哦！我刚刚啊，在人群当中排队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台湾呢，全部就是大家全部的人在一起分享喜悦的感觉。那是真的很感谢台湾棒球队那些英雄们带来给台湾人民的几天的快乐，因为这几天有送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的开心，对不对？那也恭喜台湾棒球世界第一，耶耶耶！